作为山，对我作为山，我那不好看，求你来批判。六七五三，病嘛就冒充我这躺着，我王菲是这种人吗？我开除了。我就是必须让他们下播，干嘛呢？这是躺那儿有病啊！气死我了！哪有这样的？冒充我这躺着有病啊！用我的号，有病啊！人多也不行，这是什么什么风气啊？让他滚！那么讨厌，真够讨厌的！现在打电话，哪有这样的？谁策划的？我开除了！丢我脸，是因为我现在我自己在直播了，这不丢脸吗？这是。传达这是什么负能量啊？躺着干嘛呢？他自己用他自己号躺着，干嘛用我号躺着啊？我王菲是这种人吗？他有想法是好的，没问题，他自己去他的直播间躺着去，别在我这边躺着，用我的名字，人你们都以为是我在躺着呢。我是这种人吗？躺着戴一墨镜，然后一女的给我扇扇子，疯了我，够可恶的是，现在什么年代，哪有躺着的？不好好干活，我每天都没躺着。该干活干活，别人工作的时候我们在工作，别人休息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在工作，这是咱们麻辣记的信条。尤其在节假日的时候，咱们的店里更忙，怎么会躺着呢？没有一个员工能在那儿躺着。